车，广播在咧报伊的所在买房车。我感觉讲哇，这个人的感情才会这么有渲染力，对。啊，就慢慢啊，才了解，才去听伊的作品。比如讲阿扁也咧选举，迄、那个你是安尼宝贝的，几乎全台湾拢咧传唱嘛。啊，佮较尾啊，去听伊的作品，下晡的一出戏，啊，一大堆啦，拢有够好听的，嘿啊。最珍贵的是那个精神要留下来，也许它会变成不同的样貌，但是这都是这片土地最大的资产。